他自己减持诶，他没有讲到这是五个死亡之道。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。举起你的双手，仰恐龙。哎呀，我已经决定好，里面说恐龙的名字就是干爹妈妈了。想要到游戏里面吗？那你还想应要该加知道入这怎么个存档做。吗？你应该知赶快道怎订阅么起做来喽。喽！哎呀，我已经决定订好起来，里面订说起来。恐龙的名字就是干。想进来游戏里面吗？你知道怎么做喽？对啊，而且反省反省，他那个真的是有小数点啊。那是小数点哦。第一个是右边第一个是小数点。三角龙现在很可爱，但一周后就不是这样。那也太便宜了吧！孵一个恐龙才30美金。30美金很贵。说不定它后面有几个万啊之类的、啊。你看我们建一个这种观光区，都只给我们3000美而已。真的好赚。啊！快去睡，快去睡。丁捆丁捆，我再研究一下怎么玩。哇，该该该过来。帮你设定为暴龙不行，我就要找一个里面最矮最小之间偷蛋龙，就是堂姐。就决定是你啦。可以指定当什么龙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跟我说你想要当什么龙。你想要跟他们住一起也可以哦。Nose 跟草子可以住一起哦。选一个 Nose， 然后说要住一起。真的。第一只火啊，有没有人要抢着当第一只四驼龙啊？虽然超便宜的哦。嗯。嗯对啊，这是侏罗纪世界。三千美可以买到一只恐龙吗？哎，这是100%的。你知道我完全没有看他，就是我应该只有看过很久很久以前的，就是第一代侏罗纪公园的时候。嗯，那个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，所以我真的是印象超级稀少，只有片段式记忆。啊，没有人要当四驼龙，这样很可怜。这样他好像会叫做四驼龙001，001，好像是。好，哇。新的遗传基因组，哦，我的都100%喽。你不要吃土啊！他喝水为什么看起来像吃土啊？少跑一步。保命！啊，对，这是我们里面的第一只。我想要挖新的，给我挖！你要挖新的什么？恐龙啊！哦。他说要更多的那个碳勘的，对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再盖一个新的，还是。可是我找不到可以碳的哎、欸，碳勘的在哪里啊？不是围栏吗？哇，不是，碳的那个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不是，是建造中心那个。建造在哪里？第一个，就是汉堡上面的那个。汉堡上面营运。没有的，
每座岛上只能盖一个探勘中心啊，所以我要解锁到下一个岛才行、哦。我解锁到下一个岛才行。哇塞！哇！哦，快啊！谢谢你协助我们创造娱乐。啊，拜拜拜拜。哦。哦。哎，哎。嘿，我塞萨克，近况如何？我需要你来参与一些很酷的事情，一切就等你答复。来加入我的优秀团队帮忙吧。没吃过恐龙，也看过恐龙走路吧？啊？好，我这个人最爱来表演。只要有这些恐龙，我们的表演就是地球上最特别的。主题公园必须吸引人潮，而最吸……哦，这个是新的记录啦。当然还有我，又不小心玩到这边了。才怪，我在开台前偷偷玩到这样子。我的那个偷偷玩记录没有开。我不知道哪个比较糟，把这些生物偷偷玩了一赚钱，或是啊，这就先叫晶晶那我想好，另外一只四头龙就叫右手了，就静静跟他的右手。太靠近恐龙，恐龙借过。臭恐龙，要逼我射你哦！这好大、哦，得盖多啊！金出现，金出现，没有，我帮你取了一个很可爱的恐龙，给你看。哎、欸，去哪里了？这太小只了，不见了。都跑去哪里了？好，拜拜拜拜。我三角龙太多了啦。我先练习怎么玩，之后再开单人。对啊。吧，不知道啊，纠结哦。静静，看看，一分钟下雨啦。我把这个中间消掉。我卡伯特讲话真的很讨人厌。啊！我的角鼻龙的地盘用尽了。好、哦。没、欸、没得挖了。我没挖化石挖了。喂。喂。直升机。认真工作。围栏吗？麻醉恐龙。明白了，了解。嗯，传基因，我准他。眼镜，推荐先研究。射到吗？射到吗？我看电影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爆雷喽！我也是不可能爆雷到我的，因为我是不会去看的。我也都不害怕人家爆雷，因为我不会去看。有恐龙等待回收。分析分析。看恐龙被抓。看看探起来，就是
哎，晶晶晶晶，你看你在这里，我找到你了，很可爱吧？1600，我买的是有加 DLC， 1700。他饿了啊，晶晶你饿了，我忘记放吃的给你了，抱歉。我的错。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忘记了。来盖个门。想把这个。天。化石，兽，我盖错了。周琦，哇，下雨。感染疾病，水啊。他怎么啦？生病感冒？嗯，哦，配菜哇！设好了。挺快。安安。这种委托可不是天天都接得到的。在干嘛？仔细看一下吧。没有人要当三角龙吗？三角很可爱。很可爱啊。对啊。今天还在那边撞暴龙哎，好可爱。来了！哇，失败！哦，对啊，我现在是采薄利多销，卖得很便宜，可是就卖得很快，对吧？我都卖差不多比他贵，就是成本加10块。接住，热方案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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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一个耳朵快爆炸的维恩路过，感谢维恩续订。为什么要爆了？公园门口写着 “Welcome to Japanipa”。走错了啦，走错了啦！等一下哦，显示孵化。再孵一下，我想要等到它100%再来孵化它。我以前玩的经营游戏是一个叫做《动物大亨》的，动物大，嗯，还有一个叫《动物天堂》的，那个是真的纯很巴比特。你想要荣登动物园排行榜，你只要狂盖仓鼠就好了，就这个动物园就只有仓鼠可以看而已，对不对？最便宜，然后你就是。又可以盖最多，然后大家就在狂拍照，狂拍照，然后仓鼠生孩子又生很快，又可以卖掉小孩子。老
好现实哦，你那里就只是繁殖场而已，骗我。对啊。哦，这就是 DLC 的，就是直升机的外观可以改。那是早期好吗？更变外观，是 DLC， 不是 DLC 啊，那是豪华版。你看哦，我的颜色其实有变，就是你的这个四陀龙嘛，你